今日车坐啊，各位同心大家安坐，大家各位同心比较早，大家好啊。咱这节呢是来讲一个台湾语文哈，加这个教育台湾话的这个重要性哈啊。首先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张伟文哈，啊，即伫咱国立成功大学哦，台湾学系教册哈，啊嘛是咱即个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主任啊，我长期拢是做咱即个台湾语文特别台语这部分的即个研究甲推广哈，啊。除了即个台语之外，啊，即卖即个咱台湾嘛有真侪即个新移民哈，啊，特别是为越南来啊，即，這个越南语。以及越南研究这部分哦，嘛是我长期有在做哈，所以主要拢做一个台湾甲越南比较研究安尼吼。啊，咱大生呢，要讲台湾语文进程，最近真侪媒体，真侪即个电视啦、报纸拢有在讲，拢有在讲咧，讲咱即韩国呢，韩国崛起呢，吼，韩国即十年来足大进步咧，无论经济还是文化，伫各方面呢。赢过咱台湾，赢甲舔舔呢。啊，我想真侪人拢有看即相关的即个新闻哈。啊，咱大声来看，这是韩国的报纸，啊，韩国文字，啊，生得即型的哈。啊，这叫做韩文，哦，因即卖叫做韩国文，叫韩语哈。啊，咱一般伫台湾叫做甲称呼做韩文哦。啊，这个韩文呢，就像安尼吼，有圆口，有三角形，有四角形啊，即种的文字哈。啊，其实呢，韩国。哦，咱一看，像这是他十当冲当前嘞，啊，这个李登辉前总统嘞，啊，伊迄当时表两国论的时阵嘞，韩国的报纸有甲报，啊，你啊看，迄当时的报纸报出来，差不多拢是韩文呐，无几是汉字啦，哦，多数拢是韩文，哦，了专有名词、人名、地名，也用这个汉字之外，剩的差不多是这个韩文哈，但是呢，各位。你个想，古早韩国敢着用种文字啊？唔是呢，用这个文字嘛，差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才开始正式来采用呀。虽然讲吼，因这套字差不多500当前啊，就发明出来啊。唔过伫当期，才四五百当中，拢互看袂起，真正会当变过啊，出头天1945以后啊。啊，这段历史是安怎呢？咱来小看一下吼，就讲韩国古早呢，伊都是用汉字，吼，啊嘛用文言文，吼，韩国好，越南嘛好呢，其实因的中国话呢，甚至比台湾较深呢。那认真讲，照中国人讲的讲吼，啊，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咱韩国人嘛中国人，南人嘛中国人，拢因的人，听底下讲白贼的，这边来看。韩国过去用文言文用真久哦，但是有一天呢，15世纪的时阵，因的李世宗吼李朝啊，因的皇帝叫李世宗吼，即卖看即个啊，这是一个伫韩国离因的首都吼，说呢差不多车停差不多1点钟的车停了吼，因的李世宗的即个墓园纪念的墓园吼，啊，这是伊迄个墓园内底一个铜像了吼。啊，这个李世宗呢，伊迄当时15世纪的时阵呢，伊就感觉讲吼，咱着韩国人呢，但是咱若要写字，得用这中国字，得用这文言文，啊，这中国字文言文对韩国人来讲，100%都是外文嘛，等于你爱去学另外一种，就那像咱这，等于袂输讲美国，伊爱去学拉丁文共款，迄是完全无共的语法也好，思路也好，语嘛完全是无共的另外一套的文字嘛。啊，就感觉讲，啊吼，要表达咱韩国人的这个语感呢，表达袂出来，所以伊就调集一挂学家讲，来，恁这学者吼，去研究一套啊文字，啊，这套文字爱真好用，真简单学，真简单写，啊，会当来表达咱的韩国话的特色，所以这学者伊就调集，经过2-3冬的研究了，伊就研究因即卖伫用的这套韩文吼，啊，所以差不多1946年的时阵呢，李世宗就要公布吼，要采用讲，未来呢，当伊迄当时嘛，也无会汉字，伊讲当时要并行，除了汉字之外呢，未来咱嘛要用这套新的韩文吼。啊，咱即摆看即个分明正音，就是因迄当时公布的，等于是一个命令，吼，即个分明正音内底用啥？吼，伊就讲，
吼，咱来看吼，伊这分明正音有两个版本啦吼，咱来先看这是汉字的版本，啊伊嘛有汉字甲这个原文南州话的版本，两种版本。啊、汉字文言，我想大多数在座各位应该拢看有啦。哦，伊重点来讲，国际语音异乎中国。哦，啊，咱国家的语言，咱的语音都甲中国都无共的。哦哦，啊，以文字不相流通，故以民有所欲言，以将不得心机情者多也。哦，啊，因为这文字这歹学吼，意思咱的人民、咱老百姓呢，要表达咱的感情，拢表达袂出来。哦，啊，就算要表达的是，嘛无够快啦。哦。对，咱袂是讲啊，咱一寡台湾的俗语，哦，譬如讲有登山公，无登山嘛，咱用台语甲讲落，听有台语人就听有啥意思啊？你若袂用台语的，你甲用台湾话讲，有唐山爷爷，啊没有唐山奶奶，哇、啊，真系好高级，吼、哦，迄开口就规个拢无去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你看李世宗就讲，安尼咱来用咱家己的文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摆去看这是咧。另外一个版本吼，边啊，这是咧，就是汉字加原文南州用的文字吼。李世宗呢，伊迄当时就真积极要推杀吼。可惜你也看，身为韩国的这个是皇帝哦，家己要推杀哦，但是拄到的阻碍嘛袂少呢。遐个士大夫，遐做官，遐汉字的既得利益者呢？就随出反对啊，随出反抗啊。刚才秘书讲，迄当时杜正兴进来，吼、哦、要推杀本土教育时阵，吼、哦，就足侪遐中国派出来反对啊。包括讲，迄当时杜正兴进来要甲减少文言文的比例，要为差不多七成，甲降到差不多四成至五成，安尼尔，遐中国啊就跳出来反对啊。哦，啊，要增加母语的时数，要增加原住民族语，还是讲客语，还是讲台语，即个台湾本土语言的时数呢？啊，遐中国啊嘛跳出来反，当然不止中国啊，包括有一挂迄种洗脑去的遐台湾人，对咧跳出来反对。迄当时韩国嘛是安尼呢，书一再重演，你啊看，迄当时一九四四年，伊的集贤殿的副理学，哦，伫李世宗还未正式公布进前，伊先跳出来，伊跳出来反对啦。伊反对吼，伊上诉反对李世宗推行原文。啊，伊安怎写？伊作者伊得做点，伊用汉字原文来写。所以这各位拢看，这拢原文吼，这毋是翻译个，是原文，伊就是安写个吼。吼，咱简单讲吼，讲第一点，五条自祖宗以来呢，自成时代一尊化者吼，伊嘛是文化大中国啦，一中国啦。伊讲吼，啊，咱自古以来，咱中国安怎，咱就对咧行咧。中国是咱的老大呢，啊，你太会使用这种，啊，搭不齐，还是讲不伦不类文字，太会使安尼。所以你看，迄当时，吹吧，你遮，即寡记得你个遮，拢是种想法啦。哦，啊，当然，这个，迄当时呢，啊，这个虽然伊在反对，但是李世宗，还是真坚持，要推翻这个原文吼。所以第一任代的时阵呢，伊有真认真推上，哦，可惜伊过身去了呢，安怎都无啊？为啥无呢？伊过身去了吼，宫廷内斗，人吼两边咧争权夺利啦。啊，要争权夺利呢，迄当时的政治甲真嘛差不多呢，就安怎互相攻击，互相写乌函来攻击咧。啊，你互相要攻击，就安怎？古早也无电视，也无垃圾哦。哦，古早的媒体上加就是讲文字的报纸啊、出版品安尼啊、纸本物件尔。所以当时伊若要写乌函，就安那印刷的用纸哦，啊纸你来写字咧。所以当时真侪乌函拢用啥？拢原文来写，因原文较简单呐、啊，啊汉字较困难呐、啊，捌汉字无几下啊，拢干那士大夫高级遐个人较知影，一般老百姓根本都唔捌汉字嘛。所以呢，迄当时真侪乌函。拢用原文在书写，所以后来呢，得到正元呢，燕山观音呢上任了，伊就讲吼，哦，当初是写乌函，甲我抗议，甲我抗争的遮呢，就是拢用这部原文啦，所以这原文甲禁起来，回后敢袂当遐简单，百姓袂当简单用这文字来甲骂，甲批判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甘愿吼，老百姓正做文盲、青面具。
伊嘛唔好文盲，唔，嘛唔好老百姓通学晓，捌字通学晓读甲写，所以拢是甲禁止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南门呢就变成啥，非主流，敢那和尚啦，也是讲查某人啦，啊，伫古早呢，伫即个韩国呢，查某人是较无地位的，所以就是伫非正式场合，靠人伫偷偷伫使用。但是你若伫正式的学校，啊，也是讲考试，拢无要用啊，拢也是用汉字，所以呢，就变成打压，一直到到1945年以后呢，哦，迄当时本来日本占领韩国，把韩国当作是因的殖民地，啊，后来战争结束了，哦，即韩国独立了呢，因才恢复使用家己的原文，哦，啊，咱即摆看的就是讲，你看原文过去伫古长以来，包括韩国话也好，原文也好呢，古长以来拢互看无起的啦。但是呢，诶，即几年来，咱韩国话、韩国文字煞清起来了。韩国的戏出，吼，真侪人都爱看韩国的戏出呢。哦，啥物大长今、啥物同一，吼，一出过一出，真爱看。啊，真侪爱用韩国的电子产品，吼，韩国的化妆品，真侪咧。啊，咱当看一个模式，人韩国人是按伊的文化甲经济是合作伙的。哦，伊就先为遮个娱乐的事业，为电视、电影，吼，也是讲这音乐呢，啊，为遮文化的产品拍头阵，当。你这个社会呢，对于这韩国文化有兴趣的时阵呢，你就开始会介意的产品呢，哦，所以伊伫台湾啊，好伫东南亚好，拢用这部呀，哦啊，所以呢，伊即透过文化的包装，伫行销韩国的商品呢，所以对这个经济嘛是有帮助的。所以你啊看，韩国因是甲语言、甲文化、甲这个经济甲结合做伙的，所以才能造就咱今仔日这个的所有的韩流。哦，韩国的这个起飞的这个局势的，啊，咱台湾呢，古长以来对家己的语言文化拢无重视，甚至无信心呢，拢啊讲客语要创啥，讲台语要创啥，啊讲原住民要创啥，拢看轻家己啦，无采咱的台商你也看，咱的台商伫海外偌济，啊，郭台铭的讲伫中国请要100万的会劳工。你若加加的台商伫外国，看赚偌济就好啊，上无嘛一千万以上，啊，包括伫越南迄台商的鞋仔厂啊，啊，像讲宝存啊，还是讲一寡正大，迄一千拢几十万个呢，哦，遐济的台商呢，个咱的台商拢无台湾意识啦。迄若今仔日，我若像郭台铭安尼，会当影响着百万的员工，我来讲吼，我请员工，啊，会用客语，会用台语，我优先录取，佮。薪水甲你5%，你啊，会有足侪人要来学台语无？有足侪人要学客语无？一定有诶啦！啊，若足侪人来学台语、学客语，迄人带动偌侪背后偌侪产业就好，文化诶产业。你若国际上有100万人来学台语、来学客语，咱诶语言嘛变国际语言啊！就亲像讲咱卖囡仔，伊要学日语、要学英语、要学法语，啊、哦，要学遐外国语言，同款嘛。为啥咱个囡仔想要学日语，咱想学英语？伊嘛希望有一天当去日本、去美国读册，也是讲做生意，哦，增加伊个即未来竞争的即个机会啊。你看个道理啊，哦，结果咱即卖台商伫东南亚也好，伫世界各地也好呢，请员工拢无要求台语、客语，啊，拢要求啥？要求北京话尔，拢靠北京话尔。啊，即好康着啥？好康着对话。阿强啊，好康中国尔呢？咱是啥？你咱虽然咱台商海外遐尼济，拢好康着中国，拢咧做功德，中国扣呢？咱拢咧替宣传北京话啦。哦，啊，你看安尼有害啊，无害？哦，啊，是认真讲呢，咱台语、咱的客语有市场无？有呢。譬如讲，我去年去越南，毋是去马来西亚吼。啊，咱知影马来西亚伊遐嘛有一挂华人啊，为福建啊，为广东移民过诶马来西亚诶，即个华人，伊差不多占20%。马来西亚人口差不多3000万左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大多数拢是马来人啦，吼、哦，皮肤 OK 啦，迄马来人吼、哦。其中有20%，差不多600万是即个华人吼、哦。啊，即个华人呢，内底呢大多数拢有讲即个福建话较侪。
啊，因为大多数拢为福建移民去的咧。啊，当然广东啦，像客人嘛有啦啊。当伫遐呢，伫三十当中，因为成立一个啥呢？成立一个欢喜台电视台，商业的哦，拢用福建话啊。一半以上节目拢台湾的台语节目啦。所以我去的时阵，电视大陆下电视也开的对吧？啊，有迄个啥呢？最近迄、那个，譬如讲，即、這个电视，咱台湾迄、那个，譬如讲《戏说台湾》呐，《夜市人生》呐，啊种搁较早林根峰啦吼。哎，拢足侪拢台湾的台语的节目呢。啊，即个是啥？咱台湾的文化的产品，卖当外销出去啊。只是咱过去拢无即个想法尔，拢敢想讲啊，即个本土剧肯定用台湾来发行尔，无影呢。哦，唔来当消去南亚，甚至甲消去中国去，话咱甲统战，咱甲独战呐。哦，话咱甲文化诶即个对抗。像讲吼、哦，十当前我去中国做调查诶时阵呢，去福建厦门遐甲了解呢，因诶唱片行吼、哦，我甲看，拢送诶，拢诸葛亮啊、陈小春、叶启田、张飞，拢台湾诶啦。九成以上拢台湾的歌曲，吼、哦，着 CD 啦，啊无着即个录影带啦。啊，因在地厦门家己出版的歌手，也是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电视剧的有无？会讲无啦。若有吼，拢讲迄民谣啊，拢迄老曲曲、老毛毛啊吼，拢迄种因迄地方的民谣啊。九成以上拢台湾的，啊，即种局势即摆有改变无？嘛要无？你表示啥？文化产业内底，因已经输咱啊啦！啊，为啥会输咱？因为伫咱大中国的政策之下，中国是用啥？用北京话做标准。啊，你这厦门话、福啊，这个漳州话、泉州话，在中国遐大官好的目中是啥？地方语言而已嘛，不值发展。伊就看你无嘛。所以你啊看，虽然呢，一百当前，咱台湾人真济吼是为福建遐移民来，无唔对。哦，啊，过去一百外当前，经济也好，文化也好，厦门遐较强势是无毋对。毋过一百当后，啥物人较强势？换咱台湾较强势呢？无论伫经济，无论伫文化，咱比较强势呢。哦，你像讲咱即摆台湾有足侪台语的作家，用台语伫写作来创作，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散文，哦，真侪。啊，中国有啊无？厦门有啊无？歹势，拢无。为虾米无？因为吼、哦，第一，因都无出版的自由啊。伊要出版的时阵，个像古早台湾安尼吼，大个新闻局甲你管制啊，爱去甲你审查。啊，你若要用厦门话、用漳州话、用泉州话，你写文章、你出版了，歹势，袂准。伊讲你得用标准中文，所以袂当出版一啦。啊，袂当出版是。你若是有需要用厦门话来写，来出版，会出版是袂使啊。所以若袂当出版，啊你写写要互相看，家己写就痛尔，无下无读者，吼、哦，你含要送人，都无人看，吼、哦，所以卖讲要卖，无可能诶，所以就无法度发展。过来，因遐人嘛无意识到讲，语言除了讲之外，嘛爱向写呢，你要留下文学品呢，伊嘛无即个概念。哦，即干咱台湾有尔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认真讲的时阵，咱台湾呢是有迄个文化优势啊，哦，透过咱的本土的语言，要甲中国竞争，顶多是靠望的。啊，你若讲要甲中国用即个北京话来竞争吼，真难呐。哦，台湾2300万人，哦，咱中国13亿，啊，你要甲人竞争，讲要争做即个世界华语中心吼，无可能。华语一定是用北京做标准，无可能台湾的华语做标准啊。所以你看现在，中国伊所谓即个汉语水平考试，你检定讲你的汉语的即个最诶迄个程度的呢？伊敢会用台湾的做标准？伊敢会甲文章即个词甲收入在即个汉语水平考试？啊，甲打拼即两字甲收入汉语水平考试？歹势袂啦，伊讲吼，你迄是方言。哦，不是标准中文，袂甲你收啦。哦，所以话台湾阁一挂戆戆呢，阁想讲，咱用台湾的这个华语呢，会当赢伊，包括讲哦，台湾的政治会当赢伊，卖讲啊啦。迄个甲以前吼，就讲政治大统，台湾是
整个全中国的唯一的正统的政府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哦，所以为韩国这个地，就跟咱讲吼，爱看重家己，为咱台湾的特有的语言甲文化来做起，才会当行出咱台湾的天地啦。人韩国就是啥物啊？你看人这十几年来，韩国语言文化愈来愈强的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予咱一个启示吼。啊，讲到这，哦，咱讲咱台湾人就爱看重家己，可惜台湾的足侪作家吼。拢中着国民党的毒啊！迄种头毒头六七十档呢，头家呢对家己语言无重视，无要紧，搁咧侮辱家己的母语，搁咧看轻家己母语。吼、哦！啊，我即摆记一个，上典型的咧，就是啥？就是黄春明啦。哦，去年即、這个伊来成大，不成大来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演讲的时阵呢。啊！伊就伫遐演讲，伊演讲题目就是台语文书写甲教育的相克吼。伊、哦、就咧讲吼，台语文需要书写无？会当书写无？啊，有需要教育无？伊甲打一个问号。当然，伊答案就是无啦，伊是否定的啦。哦，啊，迄件代志呢？当然我，迄当时我就甲抗议啦吼、哦。听伊讲半点外钟了，挡袂牢，摕海报甲抗议。吼、哦，啊后来报纸嘛报甲大个。啊，当然，尤其遐中国派报纸拢嘛。报讲哦，我白台无就去抗议，讲我唔对哦，啊，拢唔讲黄春明伊个唔对个所在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拄好伫遮呢，咱嘛利用这个机会，简单来小解迄天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这件代志后来呢，哦，因为伊后来就是我抗议个时阵呢，啊，我嘛无抢麦克呢，嘛无敢骂呢，敢若摕海报摕悬，哦，像这个。像安尼吼，我摕海报，甲抗议尔，结果伊就袂甘是来，呾吵干了安尼。啊吵，伊阁毋台语甲我吵呢，用北京话甲我吵呢。我想讲吼，伊若用台语甲吵，我着准拄煞个。结果伊还用北京话，伊感觉讲北京话吵较高尚呢，啊用台语吵较无高尚款呢。所以吼，为着替台湾人争一口气，后来我甲告，嘿，迄个告吼，啊像这，啊咱民政府嘛有人对我去即、這个，啊去台南电话院告，后来。判有判赢啦，哦，判伊要用法，哦，公然侮罪有成立，啊，当然因迄边嘛不服啦，即摆等咧上诉，哦，啊，咪法院过来啊，传阮六月吼爱上庭啊，啊，咧要啦，合理的怀疑吼，有、哦、可能因法官换因迄边法官啦，可能要判无罪啦，因为这咱都知影，法院拢唔开的，你啊看阿扁个案，第当审到一半，就甲咧换法官个呢，因这人呾就是无遮法来咧。哦，中国人就是安尼，无你照法律的啦，伊拢照伊家己的伊的理来行尔。哦，啊个，所以咱即来看卖咧吼，就讲迄天咧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啊，到底情形是安怎咧？迄当时报纸报出来时阵吼、哦，因为拢无影大啦，敢有相片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要要求主办单位，你啊公布录影大，主办单位拢唔啦。啊，主办单位像有几啊系伊合办的，其中。一个主要就是文建会啦，文建会就是进行啥物梦想家开两亿外吼，啊办两暗的一个表演，开两亿外啦，啊迄钱安怎开？合理怀疑当然嘛是白嫖啊卡，啊、哦，就是文建会因，啊佮有即个趋势基金会吼，啊佮文讯杂志社吼，即个团体因办的，啊咱要佮要求公布录音，伊拢唔敢公布。那这样讲的吼，我无你啊，黄春明靠你的时阵是安怎样，唔敢公布录音带。所以后来呢，经过一当了，真无简单，咱得到这个孙和龙甲咱提供这个录音的资料吼。后来阮顶礼拜呢，我嘛甲公布记者会甲公布，结果记者会甲公布的时阵呢，遐个中国派媒体拢来啊啦，因为知影这录音带着上吊上唔吊嘛，真相就出来，伊都唔敢来啊。所以这嘛是台湾的媒体恶质的。台湾媒体恶质就是安尼啦，伊吼搞甲你断章取义啦吼，就甲你摕要用的，啊去甲扭曲，啊正经事实伊唔报，正经真相伊唔讲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呢，迄个我公布这录音带，敢若自由时报、甲台湾时报有刊出来呢，剩的遐报纸拢唔敢刊啦，哦，啊咱即摆来看卖，咱就有剪接过啊吼，咱即摆来看讲，我迄个听演讲，听讲半点外钟哦。话媒体讲啥物，我一时就甲抗议，
特阻碍伊演讲，无影。我坐伫台下卡，点点点听讲半点外钟，讲到尾啊，袂得过啊吼，愈想愈气，则个也摆啊个警告呢。哦，啊，咱来看卖呢吼，看讲迄天到底呢是发生啥物代志吼。诶，这个啊，这要饲 play 变哪饲？这要饲 play 变哪饲？诶，你饲一，你来播放，后一个，后一个。诶，唔通饲，唔通了。后一张，后一页。嗯，先写一张，写一张影片，写一张有影片伫遐。先把那个叉叉给掉，先把点掉，稍等一下，他可能反应较慢，等一下，后一页，后一页是那个电影的那个影片的连结，咱即来试 play 一下吼，好，甲点一下伊就播放。好，咱即摆来看卖呢吼。这段是开始，我们正面欢迎他。但是呢，这些台湾的这些人，他是跟中文同。我建议会稍微打开，我们在聊现在政治化当中，因为讲到中国就一边中国，那是政治跟中国的谈，文化上呢，我们马上关节包的重点是在哪里包？是意思是讲台湾跟中国同中啊。哦，啊，咱即卖咧过渡一下啊，啊，人中国嘛食肉粽，咱嘛食肉粽，咱感觉个啊。咱甲中国袂使切割一啦，哦。伊讲吼，你配嘴烂，嘛当验出你有中国的 DNA 啦。哦，讲咱的文化安全拢是中国来的，袂当切割一就对了。啊，也讲我们汉人、中国人啊、哦，我们中国人。伊讲有一个作家叫做宋哲来，吼、哦，哦，较早嘛用台语写，但是即摆无要写啊，因为伊写较艰苦，啊，伊嘛读作艰苦，爱讲的这是负面的，这我等下再补充。嗯伊正来讲哦，无需要母语教育啦。我听你讲个咧，讲爱去小学看到小学爱教台语，爱教客语，教原住民族语，无需要迄增加学生负担啦。对啊，伊家己讲个听话都无标准啊，硬个爱用北京话讲，爱宜兰囡仔。明明是宜兰那嘞，但是伊真是中国人。啊，当然，伊要认同中国，要做中国人，咱尊重伊啦，迄是伊个人的选择啦，吼。
但是呢，伊咧无需要讲侮辱人，甲人伊落啊，人管人要坚持做台湾人，伊嘛爱尊重咱啊，啊伊无尊重咱呢，佮甲咱侮辱呢。好、哦，你看，你用学生出风调那啊、哦，那也才奇怪了哦。怎么搞成这样？教育搞成这样，我们竟然把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要拿到一个课堂里面去学习，标准是没有。哦，伊讲咱的咱的母语哦，无需要去好教。这些搞台语的人，点出家己讲的。哎，就是这两位，没关系，没有录音，我就拿上去。好，伊即卖开始骂人啊！哈、哦，开始骂讲。那些搞台文的呢？哦呵，哦，伊就开始咧骂人啊！讲那些搞台文的呢，一个是郑良伟，一个是洪维仁，吼、哦，那个听人讲。啊，还是中央研究院当助理。哦，你看，伊讲洪维仁还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，其实吼，伊即马拢讲你去，我等下再补充吼。你妈耶！哎，郑良伟把我的助理弄来判罗啊，听在一起。好嘛，伊讲我一看就不伦不类，就开始骂人啊！这头大概他叫半点钟啊，当然有浓缩重点了哈。啊，过我当然我就挡袂掉。各位，那恁听恁敢挡会掉？好、哦，恁阿公一个人，伊要做中国人，我还讲你的论述，咱尊重伊嘛。但是已经唔是安尼，伊是咧偏向咱台湾人咧。咱台湾人要无去，伊唔尊重咱呢。哦，等到咧甲咱讲，咱就爱去做中国人，爱用爱接受中国语的教育。哦，伊唔论中人，哎，那对，所以这个时我就海报就退出来了。哦，我并不是被卖肉的东西。我七六年到台湾，到美国去。等下我就准备海报退出来，阿姨咧，老目睭花花啦，阿就变认真，认真讲啊，我到底是摕什么海报来用一下？啊，我这个时就海报退出来。哦。不只是有问题，连下昆池借用中国的语创作昆池，他们台湾作家用中国的语言创作昆池的事情，我告诉你先生，你太短视了，语言昆池，你也不要太短视。我不怕，你不要太短视，你怎么能可以打架？你讲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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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我头啊，各位慢看，我头提海报尔呢。我敢有甲抢麦克，敢有阻碍发个，嘛无咧，咱嘛搁足尊重伊咧。哦，我讲你要讲做你讲，是我嘛要表达我不同个意见啦。因为伊进前头前讲个迄足侪拢乌白讲个咧，哦，包括伊讲着宋哲来，伊讲宋哲来即摆拢无咧死啊，我即公然诽谤，讲袂出。宋哲来介嘛熟悉啊，阮去年出一块文学个布袋 DVD， 内底毛，阮内底有拢种访问廿七位个台语甲客语个作家。内底嘛有访问宋哲来，人宋哲来嘛主张讲台湾文学得爱用母语来书写，而且台语文学绝对是未来是台湾文学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啊。咱嘛主张母语书写呢，结果伊共歪出来讲吼，宋哲来怎啊唔写啦？乌白人呢，颠是非呢，啊在场伫遐听讲的两三百个呢，若无人甲纠正，真啊都要骗你啊！啊，过来伊个讲郑良伟，讲洪维仁。啊，迄嘛停留着二十当前个代志安尼，二十几当前，才1990年，迄当时我拄好大学，伫读大学个时阵，啊，洪维仁呢，吼、哦，以前呢，互国民党伫遐关伫牛奶岛，牛奶岛人遐吼，后来放出来了，因为伊也无博士学位，干有硕士学位，所以中央研究院做助理，啊，伊拢去做即个台语个调查吼，还、哦、是1990年代，但是呢，咱后来啊，去摕着博士学位啊，而且后来佫是中。迄个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创系的系主任，啊人已经升到教授退休啊。结果伊阁停留伫二十当，伊阁活伫二十当前的时代啊。阁伫遐共口说讲，还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，吼、哦，各位恁拄只有听嘛？阁迄种口说，伊家己无要更新家己的资讯，停留伫活伫二十当前，人已经教授退休啊，阁遐共骗上讲啊，迄助理尔啦。哦，啊，意思讲，迄做尔，所以伊主张，迄拢无效。若要咱讲，啊，无你黄春明阁算啥？你所有个文学大师讲啊，歹听，中国人甲你封个啊，对无？若正讲台湾人，啥物啊要出伊啊？哦，
你的文化大使，你这场拢嘛某一个中国报甲你报啊，某一个哦中国报拢甲报啊，我煞唔知道，哦对啊，啊所以你来看，因为这拄好呢，伊咧讲的这些人，我大家拢嘛熟悉，哦安徽人、田良伟、宋哲拢熟悉嘛，爱讲这事拄好，我拢知影嘛。啊、我来突破伊家规，伊就安怎见效登上去啊！所以你啊，看我提海报尔，我也无甲等下啊。人要美国总统，人等下啊，人嘛无甲叫啊，对无？会做无品呢？我用海报甲表示讲我的不满尔。你话伊就甲咩咧？第一个是甲扯啊咧，佮用北京甲扯哦。啊，咱来继续看哦。唔啦，甲扯呢，伊佮冲来呢，冲来要变啊！你话是麦克啦，伊家己是麦克。啊，穷啦，要怕啦！哎，无想讲伊七几岁，要八十岁人呢？啊，我四十岁呢，啊，哪敢要怕？上怕上怕去！哦，你看，我掠讲啊，来冲来，要怕呢？吼！啊，我拢甲自己讲，你是凭啥物啦？你根本是一个小说家呢，小家呢，你会晓写小说，尊重你。但是你对台语文对母语教育，你完全是外行，你是凭什么？所以我一直拢在质疑的，你是凭什么？而且你拢扭曲事实，得到是非，完全无是非嘛？用不实的言论来咧欺骗读者嘛？在个质疑呢？哎，竟然警察等下那枪要甲拍呢？还是好加在因的工作人员甲扭开伊的呢？哎，安那伊得阁加一条，加伤害罪，好，再加过一条伤害罪，哦。啊，这其实呢，不是单一事件啦，这是中国党调工安排、调工布局的。伊种就是拢叫遮个，看起来那真是台湾人，不过是中国心的，是中国人吼。四界去演讲，用中华民国的钱，用纳税人的钱，四界去演讲，四界去放毒啦。这是中华民国的策略啦。啊、你看伊即卖食百元呢，逐工四界去演讲呢。哦，啊，文学馆啊，啊，什么单位啊，拢甲伊铺啊，哦，甲伊摆迄个场啊，互伊来啊，互伊四处放毒啊。这是阮个另外一个同志，一听嘛甲摕海报甲抗议，哦，以下标题是讲用殖民者的语言才需要商榷。我有甲铺去 YouTube 啊，各位会当上 YouTube 啊 ，YouTube 你甲拍五二四台文，五二四台文啊，搜寻伊就出来啊，啊五二四台文啊，台湾文学的台文。这算啊，这个台湾啊，称号做五二四台文事件哈。啊，伊拄只啦夜白控一届啊。啊，当然买啊！后来呢，咱就搁坐落来，我想讲，搁给伊一个机会，看伊安怎讲啊。结果呢，伊坐来搁讲真，嘛同款啦。我咱等下看伊讲安怎。所以我第二届甲夜白啊，甲控伊啊。哦，伊就嘛搁气甲，就搁冲落来。哈、哦，嘿嘿嘿。所以我拢甲控伊两届，啊伊嘛骂我骂两届。所以后去法院甲告的时阵呢，法官第一届审的是判伊有罪，啊甲判伊算两届，因为伊骂两届嘛。哦，所以算的两届，哦，啊，每一届拢罚六千，啊，两届合起来是万二，啊，万二呢，法官佫佮打一个折扣，算剩一万就好啊，佮罚一万啦，哦，但是呢，因迄边呢，伊佫不服咧，讲佮要上诉，啊，我好啊，要上诉来啊，哦，所以即摆等咧上诉，哦。是啊，嗯。啊，即个问题是法院过来上诉，这会公正来处理无？咱唔知啊。
对啊，但是这国民党反应就足歹讲的咧。哦，这反应就因咧开的，咱也唔知咧，爱等啊上诉会结出来，咱才知影底是安怎吼。爱来了的，准备搁要继续讲啊，哦。我今晚搁点我，搁点我。哦，边啊倒手柄迄、那个，哦，像分啊是迄个啥是趋势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啦，哦、啊伊呢就是趋势教育基金会，就是做电脑扫毒的迄个公司啦，因所用的经费吼。哎，即卖就衫要脱掉啊吼。爱过来，搁落演讲是讲啥呢？伊咧讲玛雅文化，吼、哦，伊要用玛雅文化咧，去用西班牙人咧，甲东化，甲消灭咧。伊讲啊，这头要紧，啊玛雅文化咪做文明，哦，啊玛雅文化遐查某人过去遐查某人诶，拢中间，吼、哦，啊即卖全部拢讲西班牙话，吼、哦，啊了人嘛是会当用西班牙话得到即个诺贝尔文学奖诶，啊头要紧，讲即个话啊，吼、哦，啊那安尼中国以前。哦，好了，咱就来听哈。中国的温度发电机当一十二年的石油发电机当中，未来回去才慢慢引起这个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的兴趣，对他们有就来美洲，就来美洲。哦，伊讲西班牙人来占南美洲啦，哦，哎，啊来遐殖民啦，哦。哦，有玛雅文化，有语言，有文字，非常的了不起啊！那是西班牙，特别是西班牙，把南美的大陆的南美的山川呢，理性变成性奴隶。因为西班牙人来，遐玛雅遐查甫拢甲杀了了，杀了死，啊，查某人拢变性的奴隶。伊意思讲爱无要紧啊，人尾啊嘛上西班牙会得到文学奖。各位咧，这个话敢会讲好一？也有好声啊！这我都听了嘛，够动啊！我都搁个海报搁个贴出来咧，我爱得搁开播啦。伊今仔日批讲，安尼大会是安尼维持秩序，也太不爱干。我怎会门赶出去啊？哦、我讲哦，伊种言论的那袂输啥呢？以前德国迄纳粹共款，你知？伊看袂输讲，哎，犹太人杀掉太要紧。这个言论也是国际上互听到，这太看好一啦。这个言论讲有资格做文学大师哦。伊就伫遐问我即个人是啥物人，奈敢甲伊挑战，敢甲伊呛声啊？啊，我来呛，我讲我着先改，啊，哎呦吼，先改。第二个名啦，讲我好食的野兽啊，吼，啊，再来搁用北京来，搁毋是改，哦，这个证拢伫个啊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主办单位拢毋敢公布遐大嘛，哦，伊就毋敢公布啊。
无猜我以前二十当前吼，读大学时其实嘛是个粉丝呢，嘛最爱看黄飞鸿的作品呐、啊。啊，不过想来到二十当后，竟然变这种型的。咱拄则看个呢，即就是有关黄春明吼、哦、啊个即个台文事件吼。好，即个影片到遮吼。哦、啊，这详细呢，拄只迄影片咱拢包括 YouTube 啊、哦，啊，包括咱这个台文笔会呢，台文笔会是由一挂母语作家啊，就坚持用母语来写作的作家所组成的台文笔会呢，啊，伫去年底咱嘛正式出本，哎，出版一本这个啊五语书的这个书名的这个专册啊，叫做《蒋渭文讲给黄春明的真相》，啊，内底有收录迄当时包括二三十个团体成员外，啊，佫作者。作家啊，像这个朋友呢，伊嘛写文章来咧收听哦。啊，上内底拢有各位人有趣味会当上网啊，去买一本册，等咱看下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拄则讲，这就是用黄春明这件代志来做一个例啦。啊、哦，啊，这种的例呢，是来讲吼，伫台湾还阁真侪呢，真侪啦。啊、哦，明明伊都宜兰囡仔呢，但是伊无认为是台湾啊，伊认为是台湾的中国人呢。啊，这我无甲扭过呢。哦，伊拄则家己嘛讲啊，阮中国人呐、啊，哦，伊家己都无愿做台湾人啊，哦，啊，伊嘛做好笑呢，比如讲像黄春明，后来，然后伊伫旧年九月嘛，阁有来演讲一届，迄届我嘛阁来问啊，啊，为虾米你以前，哦，你写作品，你会穿插一寡台语，但是后来都拢无啊，愈来愈少，啊，过来我讲，啊，你拢是写的，为虾米你家用穿插台语啊？你若要全部用台语写，伊家己嘛讲啊，伊讲啊，伊都无受过台语的教育啊。哦，虽然讲台语无受过台语教育，所以你要叫用全部用台语来写，伊有困难呐、啊。哦，哎，啊嘛真奇怪呢。伊家己都承认伊袂晓全部用台语来书写，那安尼伊是凭啥物要来讲台语文议题啊？凭啥物要讲讲啊？台语文无书写历史，我这黑白来呢，黑白讲呢，扭曲事实呢。所以咱等下我就要证明讲，台语是有书写历史，有啦。实际讲，咱台湾的新文学。家政新闻学遐个作品呢，大多拢是台语写个啦。好、哦，咱等下就是要来讲即个介绍即个即个物件吼。所以呢，就讲三秒做青面骨，就黄春明有算青面骨无？伊虽然中文真高，哦，毋过母语内底呢，伊敢会晓家己讲写，袂晓呢。其实咱台湾人过去因为互中国讲，因为互中华民国甲咱接着咱个教育观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包括我，较早嘛是母语的青面骨呢。我伫读大学以前，我台语嘛袂晓写呢，敢若会晓讲，但是要哪写袂晓，爱晓读无嘛袂晓，袂晓读袂晓写。是到大学不同年代，迄当时我著做一个台语写，啊开始讲，哎、欸、呀是要哪写，头我嘛还毋知呢，啊是拄好有一工吼，我有一个学弟啦，啊伊捌去教会吼，啊伊。我送我一本迄个白话字的即个教科书啦，迄薄薄安尼真好用吼，迄即摆嘛阁有伫卖吼。啊，伊送我想啊，这啥物件？伊讲吼，啊，这着台语的罗马字啊，嗯，啊趣味，后来现场看哦，原来台语着安尼写，所以我开始会用接触罗马字，我着是安尼来的，开一暝时间看看，啊，着会晓啊咧，哦，啊，所以着开始知影讲哦，原来台语有即个书啥物件，了呢，再阁陆续吼深入去。调查去做研究，哦，原来规头落去的呢。台湾早前的这新闻学，足侪拢嘛用台语写，那是文化保障呢，是咱台湾人唔知呢。啊是安怎咱也唔知？因为统治者殖民者，伊无让咱知影台湾历史嘛。所以你也看，伊伫教育内底，干要教中国史，
敢若要教中语文、台湾语、台湾史，伊要甲你教无？无爱啦。哦，啊，若讲到少部分讲台湾历史，一定拢甲你讲啊，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来的，中国的讨厌。哦，拢嘛咧，拢嘛一种愚民的教育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上面有做青面骨，咱台湾人大多拢青面骨啦。哦，啊，当然要紧，咱若即摆有讲哦，有觉醒，重新甲咱的母语捡得要过会好啦。哦，这个咱今日下这部分我来先跳过哈，运动的这部分咱就无要讲啊。哦，咱就先来讲这个台语的这个到底有文献还是无文献？哈，有历史啊，有这个文学还是无哈？咱先跳来的，我看。咱就先来讲这个，到底呢，台语会当写无？有历史无？啊，台语是哪写？啊，这个台语的写法啦，哈，目前呢是有三种啦，哈，一种是全部用汉字来书写，哈，像讲过去讲者这个歌体的这个用法，哈，再来另外一种是全罗马字，啊，特别是教会罗马字、白话字，啊，这嘛白话当中的有啊，啊，再来一种就是讲对着咱现代人。因为咱在过去和国民党强迫，叫咱在学中文、学汉字，所以咱即马汉字较熟，吼，啊罗马字点都熟，啊，若要常常叫咱用罗马字，可能会没关系。所以嘛，即马有新的做法，就讲啊，无汉字甲罗马字难做用，这叫做汉罗的写法吼。啊，这是差不多1990以后呢，改严以后呢，愈来愈普遍的这个做法吼。啊，咱即马来看卖，这是全汉字的这个。歌册，哈，像这是早前的歌册，做啥呢？叫做《复兴梦》啊，《大正歌》，哈，哎，我那个好多哈，像这伊讲，定南主角就是我，这本这边《复兴梦》啊歌，哈，本连续做小说，个像这什么歌遐趣味，未念先甲恁通知，啊，像这呢是用汉字来书写，啊，当然你若无学过，哈，敢若凭着讲啊，你都捌受过中文的训练，就要来读有嘛，无一定啦。因为嘛是这是台语读法，吼，无定是袂当照中文的读法，吼。啊，过来，另外一种，这就是啥，全罗马字的，吼，所谓的教会罗马字的用法，吼。啊，这嘛百话当中就有啊，像这《创世纪》，啊，这是圣经，啊，头一页，啊。啊，过来汉语的用法，像这故乡的田园，啊，这一个下，啊，就是用这个下，啊，这就是汉字跟罗马字的这个合写的方式，吼。像这首呢。故乡田园，这是陈明仁所写的这个诗吼，啊后来地人遗书呢有甲谱作曲吼。而且讲白灵诗脚长长，想要烧酒吗？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，敢会陪过阮故乡的田园？啊，像安尼会当，吼会当，阿拉就用罗马字。啊，伊这原则是安怎呢？就是讲，总讲这个汉字写出来，大家看有无争议？啊，安尼咱就用汉字。啊，那是至于，比如讲，会当嘛，有几啊种个写法的，哦，啊，惊大家人写无同，过来你写，我写，因为无同，容易会看无，唔知要哪读，即时阵无咱就用罗马字，减少迄个争议啦，较袂有纠纷，哦，所以这是汉字的合写的方式，大原则是安尼哈。啊，这是目前呢市面上上济的做法，哦，就是汉字的合写的方式哈。哦啊，像讲牛车路高长长，想要烧酒问，你远远外外会当行偌远？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？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拍远，简单剩着一曲干梦花。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拍远，简单剩着满腹心酸。十五暝，月光光，照阮窗仔门，月娘啊月娘，会当照偌远？敢会照到阮故乡的田园？啊，这是这个陈明仁啊，真有名的一个台语作家啊，这差不多20当前作写呀啊。啊，像这种嘞，咱用台语写的作品，咱有机会读到、看到无？足少的啦，因为学校唔教，报纸嘛唔刊，所以就变成啥？甲少数人哦，即挂坚持用母语书写的人，
互相的流传的，变成小众的流传啦。啊，对着这坚持，伊无计较着讲市场作势，哦，这卖册也卖无本啦。伊无计较着市场，咱坚持要用母语来写作，要用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来写作。这个人，咱是毋是应该甲敬重，应该爱甲拍破个耳朵较对？结果黄春明否定啦，共否定啦，佮共侮辱、共口舌啦。哦，讲你写这個我看拢无，看讲伊佮敢讲会出来呢？毋知通见啥呢？佮敢讲会出来呢？你若讲伊着看无，啊，伊家己要中文写，迄是伊个选择。但是你莫共否定嘛，对无？安尼咱敢会甲抗议？袂啊！作弊啊，就是咱遮个咱台湾人迄中着中国人个毒，甲家己渗出去啦，拍家己个人啊！哦，讲啊，你台湾人他着爱用台语，他着爱用客语，你着爱用北京话较会使，着爱用中文较会使。所以是遮咱台湾人呢，哦，所以像遮个作家，咱应该甲敬重，应该甲学落较对啊！哦，人袂为着无像你黄春明为着册价买几本啊，为着册通卖去中国尔，放弃台湾的特色，就放弃台湾的母语呢？咱毋得尊重遮个人，无为着遮个利益来放弃家己的原则哦。这是这个，所以呢，咱拄则介绍迄是三种的这个台语文的写法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台语文伊的历史是安怎？哦，真久长哦，百外当前就有啊。咱过去伫读中国文、中国的这个历史的时阵，拢会甲咱讲啊，中国文化运动呢，为五四运动以后啊，才开始咧推行，才开始普遍啊。无过去中国伫大清帝国的时阵，伊拢用啥？用朱哲也文言文啊。啊，按开始咧普遍来推散白话文是当时五四运动啊。啊，中国五四是当时。1919年呢，啊，但是咱台湾人比中国搁较早就伫推行白话文啦，咱也适合啊办报纸、出版刊物啦，啊，我怎啊就提出证明吼？这是这个那较早呢，是这个新疆文书原住民呢，荷兰时阵就有啊，新疆文书伊个圣经。在17世纪就有啊，甚至迄当时荷兰人来设学校、设教会，伊就伫教咱原住民用罗马字来书写嘞。哦，啊，那是台语呢，咱来看哦。台语像这是早前的白话字教材啊，台语的教材哦。白话字是用教科书哦。啊，过来像讲字典，真济呢。1837年，吴明赫所的福建方言字典。过来1873年，杜家德的这个《下影大书典》；过来1913年，第一本在咱台湾家己出版的这个甘为林的这个《厦门幼新字典》。我这是记得呢，啊，佫真济。你看百外当前，咱都有这字典啊。啊，这字典我较早伫美国读册，我伫遐读小学甲博士哈。我网络甲查，美国的图书馆、英国的图书馆拢有这字典呢。伫迄个时代，百外当前，咱的台语其实嘛是一个国际语言呢。你看，伫美国个图书馆、英国个图书馆，拢阁找有呢。哦，啊来看一下相片，像这呢，1873年杜家德所编个《下影大书典》，伫厦门话甲英语对照个这个书典哈。过来，像这啊，甘美林牧师所编个第一本咱台湾出版个《厦门幼新字典》哦，爱即摆改名。新版的改名叫做甘为林的台语字典，啊，伫教会高社出版的，啊，这内底拢用白话字所写的，啊，再一个汉字吼。啊，过来，咱台湾上早的报纸，第一份报纸，嘛是咱台湾第一间的西式印刷机，啊，甲西式的这个印刷厂呢，所印出来，伫咱台南，啊，这份报纸叫做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1885年啊，1885年，看外久啊。啊，比1919呢早几冬，吼、哦，早30-40冬呢，咱就已经开始用白话伫办报纸啊。哦，这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哦，这规个拢是用白话写的。哦，啊个，这报纸内底话人讲啊，拢教会诶物件尔，无一定呢。话你啊看，文学嘛有关系呢，像讲1886年，哦，伊有一篇诶白话小说叫做《日本诶怪书》。
哈，伊这都用啥？用白话来写作的，啊，啊，过来，请讲，这个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，恁有看过无？人迄当时伊嘛翻译呢，1915年，伊翻译台语版的灰姑娘》，叫做啥？土炭啊，灰姑娘因到底卖土炭，哈，啊，土炭你手摸摸摸摸你的面，所以就面乌乌，所以叫做灰姑娘，台语版的灰姑娘，你来看。这敢已经中国敢已经五四运动啊，也未呢。中国人还搁咧知乎得意的时阵，咱已经用白话，唔呐报纸，啊咧写小说，啊咧翻译西方的囡仔故事呢。你看有进步啊？无进步。过来，除了短篇的之外，咱嘛长篇的小说叫做《出师线》，去盘所出版的《出师线》，长篇的小说几本哦，几本册。这后来金门出版社、台南金门出版社嘛，搁有重新甲再版出来。各位若有趣味，上网络去查就有。过来，文化论述的题有无？嘛有呢。蔡培慧，吼，日本时代真有名，即个蔡培慧先生呢，伊嘛有出版，哦，伊伫日本时嘛足极力咧推广台语白话字呢。伊的即个文化论述的册叫做《十项关键思想关键》，就是讲台湾文化要安怎才会发展，伊提出大个看法出来。1925年所出版的。几部册拢是用白话字写的，拢用闽南语写的。哦，你看1925年，人就已经出版啦呢。黄春明出世未？也未出世啦。黄春明也未出世，真你看到拄只迄个偌济人，吼、哦、做偌济工课啊。结果是黄春明家己前面有看无，就讲国无存在啊。我过来，医学的课嘛有呢。1917年，戴荫修医生所写医学台语的教材叫做《内外科看法》。你看，你来讲咱人身躯的构造是安怎？用台语来呢？1911年，你看迄当时咱台湾的外先进，中国人还佫伫遐安怎？伫遐来斗来战的哦。中华民国讲1912年成立，根本就是拢嘛军阀割据，哈、哦。因佫伫遐内乱的时候，咱台湾偌进步安尼？你看，医学课本都拢有啊，拢用台语写的。个数学的课本嘛有呢。1817年，数学课本标题叫做《必选的数学》哦，啊，伊内底甲伊讲，你话记下，要多变啊记下，啊，拢有台写呀。1897年呢，哦，你看伊偌早前，可能黄春明因爸因公要未出世呢，你得用台语咧甲你教讲要算术，要哪来记下啊呢？哦，以上咱迄是因为时间关系，咱经过也重点好。哦，各位看，其实还阁足侪资料啦，哦，啊，拄只咱嘛甲咱旧年吼，咱有出版一套即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，啊，这是由文学馆委托我做的哈，阮开两档的时间呢，甲过去的这教育公布及其他相关出版品内底呢，到文学性的物件拢甲揀出来，为几百万字内底甲揀出来，啊，一套五本，啊，咱就分做即、這个。文化论述、甲启蒙啦，台湾学小说剧本、诗、吼、甲歌，啊，搁来散文，吼、哦，甲分类，吼、哦，出做一套的选集，甲寄出来。因为吼、哦，你若要遐看较远吼、哦，可能读甲你嘴手拍死，甲都看袂咧，太济，迄组太济，所以咱甲选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用选集的方式出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由台湾文学馆，也就是发生五二事台湾事件迄个所在。所以呢，黄春明，因遮嘛足好笑的呢。伊来文学馆演讲，不然文学馆就出遐侪甲台语有关系册，甚至不管人就台南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族语也好，用母语书写的文学展，伊嘛拢无去看咧，伊就是介搞话咧，啊，别物件拢无值得看咧，结果就是安尼，啊、哦，你若看咱就出较遮侪，包括旧年嘛，哦，正式出版者、這個，哦，所以各位若出名，恁来上网，即当上网落去买看哦，所以呢。台语会当书写无？当然嘛会使。台语有文学无？当然嘛有。是黄春明遐人呢？刁工唔知影。哦，啊所以呢，啊为啥包括咱大多数的人，大多数人拢唔知？我以前嘛拢唔知呀。就是咱的教育内底无甲咱教，咱剥削，甲咱剥削着咱教育权，母语教育权啦。意思讲咱拢唔知影哦。啊，咱拄则讲的迄是讲过去一百年前。诶，出版品，啊，其他阁有无？当代现处时阁有人伫办无？有呢。
迄个讲台文通信、台文网报啊。当然，这最近的已经开始又合并，变作台文通信网报了吼。这已经办二几冬啊呢，人进嘛，搁有呢，这搁会上网络去 Google 一下查一下都有吼。过来海洋台语文杂志，啊，是讲台文正线啊，啊是讲小岛时报啊，啊是讲台语啊文学客家，即个杂志嘛拢伫办呢。啊，即个杂志人拢用家己钱呢，无像黄春明遐好讲吼，某某报还是某某党会家收听会互伊支援，即个拢是作家家己用钱，作家家己用钱，大家用捐款要办的呢，人会坚持。人的用心计较，就是为着母语会当继续生存落去。结果你黄春明，啊、哦，以及背后遐个中国人呢，拢甲你否定，甚至甲你暗砍，佮甲你谋杀，哦，安尼敢对？你看，佮遐侪人咧坚持呢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像这为啥咱拢毋知影这历史？啊、哦，因为咱着无台湾的母语教育嘛，语言也无，历史也无嘛，所以咱完全毋知影过去的历史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的问题啦。哦，啊，过去中国国民党统，哦，在统治的时阵呢，伊无爱，伊甲咱剥削，无爱互咱知。哦，但是民进党感到较好，嘛无较好咧。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感到改善偌济嘛无啊，包括即卖嘛是啊。我著举一个最近苏贞昌选调民进党党主席，啊，若讲到苏贞昌，各位。顶几个月，苏贞昌佮黄春明伫对谈呢，意思来讲吼，台湾文学就爱像黄春明安尼啦。我讲奇怪，啊，这民进党要倒啊咧，这个人做党主席，黄春明这件代，我控黄春明迄件，我唔信伊唔知啦，哦，伊竟然安怎，伊无要去求是非，干那为着要。遐中国人选票，伊甘愿无爱是非呢？伫抗议这件代志，各位知影是黄春唔对在先呢？黄春伫侮辱台湾人呢？结果伊选择甲黄春明握手呢，无够巧呢。伊若讲吼，爱来座谈，啊，佮邀请蒋文文甲黄春明做来吼，啊来背会一下，讲安怎开始谈文学吼，讲、哦、个清楚嘛，安尼嘛较合理嘞。伊唔是呢，伊选择无爱是非啦。为着遐中国人的选票啦，但你甲想啦，人遐正港的中国人，敢得票就会投予伊，嘛是照常投中国党。人中国人就是投中国党啦，是讲戆的台湾人开个票去投中国人尔啦。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民进党这种党主席我看了然啦。哦，讲要五万，四当后过当选到总统，卖五万啊啦，无可能啦。哦，啊所以呢，迄、那个，伫遮呢，咱嘛先说。来小宣传一下吼，咱新台最近呢，啊，咱今年算几若当拢办一个全民台语日程吼，啊，咱今年呢嘛，搁要办伫七月二一吼，拜六有来考这个全民台语认证吼，啊，这个认证即马当咧报名吼，咱就延后到六月七十，六月七十进前拢能上网络来报吼，所以各位若有趣味会当上网站嘛，你啊 Google 吼全民台语认证，会当看到个详细消息吼，啊，咱即下就讲五万。透过这个认证呢，大家来参加一了解一下家己的台语程度到底是安怎哈。啊，咱这呢就有听讲读写这方面的测验，啊，了解一下家己的母语的能力。当然，有的人在做可能会真好讲，但是讲之外，爱晓读会晓写无？哦，啊，咱是做咱这个用这个认证来做一个指标啦。就刚才袂讲吼，人这医生呢也是度针甲咱度一下，啊，咱发烧无，还是讲体温正常？哦，啊，所以咱用这认证，就是讲，大家来看卖咧，看咱的语，咱母语是不是流失去啊？啊，若流失去，咱大家稍加强一下。哦，啊，所以欢迎各位呢，当来参加咱这全民台语认证哈。啊，咱咧北中南拢有考场哈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拢有考场哈。详细呢，各位当上网站来看哈、哦。啊，若是网络找无呢，咱嘛有电话哈，会当欢迎各位当敲电话，这个0623875539啊，0628-7539。咱成功台台湾语文测验中心所办的这个全民台语认证吼，啊，包括咱个嘛有办演习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咱以前拢毋捌接触过台语文吼，台语到底是要怎写，啊要怎读，迄嘛办演习，六月份为来初九开始嘛，有台南、台中、甲台北有三场吼，各高雄拢总四场，
欢迎各位会当来报名吼。啊，即咱嘛是拢上咧咱新台台湾基本教育中心网站看就有啊吼。啊，咱练习是报名到六月初五，吼，详细资讯则麻烦各位上网络来家己来看吼。好，啊，过来呢，最后咱即个剩差十分钟的时间吼，咱来讲另外一个重点吼。另外，咱拄则讲有关为韩国，过来看下到咱台湾，佮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例，嘛值得咱参考的，就是越南。越南过去予中国统治的时阵，伊嘛是安怎爱使用汉字，后来呢，伊把汉字规个拢替换掉，改用罗马字。啊，伊规用罗马字呢，差不多是1945年以后的代志啊。哦，啊，为什么越南有法度把这个汉字提掉？哦，啊，为什么愿意？把汉字提，把改做罗马字，哦，当然这跟中国侵略关系啦，哦，伊要甲中国呢做一个区隔，哦，有真重要的关系哈。啊，咱即卖呢利用最后十分钟的时间，我简单来补充一下这个越南的一个历史哈。这段历史呢，对咱台湾呢嘛有真大的启示哈。我即卖跳过，跳来后边哈。啊，这1945年呢，这段历史真有关系哈。咱知影，啊，包括咱秘书嘛，定在讲的哈，就讲在1945年的时阵呢，国民党是安怎会当来台湾？其实是根据麦加索哈，联军统帅麦加索的这个要求的命令啊哈，来台湾以及去越南并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。但是咱过去，包括我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哈，国党给咱的。诶，历史教是干呐讲？哦，根据啥物开罗宣言，台湾回归中国，哦，根本就是无影诶，毋是安尼吼。后来我去越南研究诶时阵，才看，我为越南只个看咧，拄甲秘书长咧讲，即不相而合咧，拄倒起来拢是同款咧。过去呢，蒋介石伫1945年，伊除了派军队来台湾，伊嘛派军队去越南。啊，这段历史我头嘛毋知，是几若当前我去越南做调查。啊，有拄到一个越南的老兵，啊，伊嘛是真有名的作家哈，啊，伊就甲讲起着这件代志，蒋介石捌派20万的军队去北越，我讲，够有这代志哦。尾啊，因为开始收集资料，啊，熟悉的，含越南的历史教科书、高中的教科书都拢有写，啊，咱即下利用最后这十分钟，简单来讲这段历史哈，让咱台湾会当了解哈。在1945年，这个。8月15日以前呢，日本天皇要正式投降之前呢，越南这个国父哈，应叫做北虎哈，胡志明呢，伊就已经知影这个消息啦，而且伊的信息嘛真灵通哈，伊知影讲吼，这个日本若投降了呢，越南有可能会分割做南北边，啊北边会交蒋介石啊来接收啊，所以伊就真要伊，伊就准备啊，准备要起义啊，所以呢。咱即摆看这个地图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呢，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了呢。伊随即，胡志明随即完全国发动起义，啊、哦，因为伫迄个战争呢，越南是法国占领，啊，伫1940到45迄段期间呢，日本嘛有去越南，所以日本甲这个法国是共同治理这个越南哈。啊，所以伊伫8月15日开始发动啥呢？起义。伊安怎来想讲吼？啊，那迄个蒋介石来占领越南就死啊！蒋介石绝对袂走的啦，因为伊较早摆互蒋介石关过，关伫中国江西关一冬，所以我记名叫名叫做迄个《狱中日记》吼，《狱中日记》，迄就是描写伊吼中国军党关伫江西的情形啊。啊，这个8月15日，伊发动真有名的所谓的这个革命堂党吼，就是八月革命啊。在越南历史教科书上写，一短两礼拜之间呢，伊就甲咱即摆看到即个一点一点吼，越南的各主要的城市拢甲占领起来。啊、哦，啊，伫伊发动起义的时阵呢，胡志明就随安怎，随做越南临时政府。啊，越南临时政府就是啥，类似台湾民政府安尼啦。伊就随做越南临时政府。啊、哦，然后起义成功了呢，两礼拜起义成功，伊计。9月初二，遂宣布越南独立。哈、哦，为啥伊卡手要遮紧？为啥伊卡手要遮尼咩？伊就是惊蒋介石军队失败了哈。啊，你越南若无一个对口单位，无一个
对外一个单位的时阵呢，你会安怎在上届即乌白来啦，伊就甲你乌白来啊，哦，甲你占命，伊就无要走啊。所以伊巧，所以呢，伊虽然成立临时政府，啊，过来九月初二虽宣布越南独立吼，啊，所以咱即下看这相片，有相片做证据，这相片嘛是我为越南遐吼，透过关系摕出来。伫迄当时，蒋介石个军队呢来到越南个海防，吼、哦，因到阅兵台伫遐阅兵，哦，啊，即个军队呢要进入越南河内相片，哦，啊，即个军队海防遐集结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是南部由迄个英国个军队咧占领，啊，即是迄当时个越南个游击队呢因所做个即个通报器，哦，用碟仔咧做个，咧通报讲哦，即中国兵走到倒去啊，已经进到倒去啊，啊，咧通报个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各位来想，蒋介石迄当时派20万军队啦，这是根据越南的教科书所写。迄20万的军队，迄要到越南发生什么代志？各位，在咱台湾有发生所谓二二八事，对哇？会使讲是二二八的屠杀啦。啊，在越南呢，发生比二二八搁较严重的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几项啊？第一项，蒋介石去了，伊就甲胡志明讲啊，我20万的军队去啊，要穿要用，拢爱你越南去买单呐，爱越南你出，所以你得安那，我米啊、米粮啦，吼，会扎一个啦，会穿一个，用的拢交出来，啊，啊，迄当时战争拄战争结束咧，南北我中断，南边的米要运去北边，啊，北边佫欠风油，吼、哦，收成歹，啊、哦，饥荒，无物件，吼、哦，通食，但是佮应付着你。蒋介石的需求呢，所以胡志明只有公布一种，只有命令民众物件嘛才交出来，通予蒋介石，吼、哦。所以因为安尼物件交出来，所以越南人无物件通食啊。所以当时北越枵死偌济人，恁知道？根据越南迄边应该的统计，超200万人，200万啊！因为安干接单枵死，无物件通食嘛。哦，啊，相片阁有啊，我只是讲只无坑俩，嘿，我嘛遇到真侪只相片吼，包括前几年有一个日本学者。伊嘛出一本专册，就是研究迄段历史的吼、哦，所以200万人夭死啊！啊，过来蒋介石看哪呢？伊即做夭死的，伊会讲吼，啊你胡志明卡遐咩要创啥？你甲成立临时政府，佮甲宣布完独立，吼、哦，安尼啦，无吼，你政府的官员让出来一半，让我亲中的人、坏人、安插的人迄边，蒋介石伫越南。有扶持这个越南国民党呢，哦，所以国民党不是干了，中国民党呢，越南毛、越南国民党呢，我无学白体的哈，越南教科书拢有写着，伊扶持越南国民党，啊，就是要栽培亲中的人啊，所以伊就要求讲，你遐官员、你遐国会遐席次呢，一半让出来，所以后来，迄当时胡志明做主席，伊副主席是啥？就黄海信呢，越南的越干呐，讲个歹越干，对越南人，唔过呢，伊投靠中国。伊嘛去参加黄埔军校诶，哦，啊后来娶一个中国某，某啊流亡去中国啊，走路啊，因为人后来越南独立了就甲，迄对啊，所以伊就讲吼，你爱两出色出出来，啊，我即阵感觉吼，啊你这蒋介石吼，啊要，那讲吼，咱俗语讲吼，人拆厝拆，鸡仔只好掠无半只，你也要甲我提粮食，吼，啊要甲我介入内政，哦，安尼我原。早晚有一天就让你中国退去了，变成你中华民国的越南省呢，所以就很要求，这样不行呢，要想办法啦，各位，如果是你是这个胡志明，你要怎么处理？你怎么才能把蒋介石赶走去？哪里你要怎么？我们再来先看一下台湾，1945年、46年，那当时台湾人怎么？戆啦，戆到不白张啦，有人说在那里欢迎祖国啦，哇，这祖国敢有祖国？是希望好，啊，唔知啦。结果到1947、1948以后，较觉醒，我看来这根本都唔是祖国。但是人越南好佳哉有胡志明，伊一开始就知影。啊，为啥伊当遐紧就知影蒋介石企图心野心？因为伊捌吼蒋介石关过嘛，所以伊知蒋介石的伊的本质是啥。所以后来伊就安怎呢？咱看这北段，伊就伫遐咧思考。后来伊找法国，伊私底下找法国讲吼。您较早阮越南是恁法国殖民地，安尼啦，无安尼，我偷偷甲你来签约，我欢迎你回来继续统治越南。但是呢，你也包甲蒋介石赶走去，所以伊就用这步啦，用
联合主要的敌人来打主要的敌人呐，伊用这步啊，当然这是伊的口诀个啊，所以当时当伊这嘛袂使公开讲，所以当时有一挂越南嘛，讲讲，哎、欸、啊你胡志明是安那要出卖越南，真无简单，越南较要独立，你奈个要让法国人当来，当然这是有国不之中的这个口诀嘞，所以后来那看这相片，这胡志明啊，法国代表，因的伫1946年3月7日、啊、有签订一个六三协定啊。签一个协定，就是讲同意法国人阁回来出台中国人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越南人伊有部分的自主的管理，就对啊，等于伊也会当自治，哦，啊，伊的目的是讲吼，先甲蒋介石20万的军队赶走呢，啊，你法国，哦，差万几个尔，吼，万几个军队来取代迄20万的军队，啊，一方面是军队减少，过来是讲你法国的，你若要补给较远嘛，欧洲你要为法国阁运兵来。也足远个啊，所以伊越南地当利用这個时间来拍游击队，吼、哦、来抗法国。所以呢，这个法国呢，伊嘛感觉这段袂歹哦。所以法国呢，就去找蒋介石谈条件，讲安尼，你蒋介石干越南让出来，啊、哦，而且呢，照国际法律，你嘛是接收完，你就爱走啦。法律上你嘛袂使留伫越南啦。所以就讲，你若走，欢喜甘愿走，安尼过去。中国法国签订遐不平等的条约，拢虎虎的，做啥？我拢废除。所以你看，为啥1945年以后，中国会当废除足侪不平等的条约？原因是安尼来啊。所以法国该做交换嘛。啊，蒋介石想想的，算话得着讲，安尼袂歹啊。哦，伊都食饱，哦，啊，物件拢摕到差不多啊，好啦，啊，无来走。啊，等于中国，因伊嘛还佫应付共产党的爱拍来呢，所以伊才甲20万的军队。撤掉调回中国、哦啊、所以因为1946年休落的时阵中国军撤退，所以好佳在越南呢，啊，胡志明呢利用法国安尼，甲蒋介石往走去，啊，当然后来法国起来，胡志明就开始准备拍越战啦，啊，为1946到1954滇边府战役迄段期间呢，因就咧准备游击战，吼、哦，要拍法国，哦，像我拄则讲的这。伫越南的历史教科书拢有写，我无讲白册。这伊的历史教科书叫历史，吼、哦、历史啊，吼、哦、历史。12册就是高安的吼，内底呢伊才拢讲到吼，20万的军队吼，入去甲北越。啊，这相片是迄当时胡志明呢宣布越南独立了，隔无几工，伊就随宣布爱恢复母语，爱推行罗马字，爱成立兵营的即学习的中心，就是爱。无论庄卡还是都市，拢爱推行母语。所以你啊看，伊伫这庙寺内底，伫这草寮内底，伊嘛咧教嘛是啊。啊，过来，甚至呢，你啊看，伊咧拍游击队，有休困的时间，伫大树下穿甲叉咧，囥咧边啊，因在咧学母语，在咧学罗马字。人是安尼有决心恢复家己的母语啊，恢复家己的文化啊，所以唔才当成做今仔日啊。所以呢，结果咱台湾人是安那，台湾人嘛，搁伫遐戆戆的，搁袂觉醒呐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咱时间真有限哦，咱就是为韩国的地，为越南的地，吼、哦，拢会当互咱知影，家己的母语，家己的文化，爱有自信，爱甲顾起来，哦，安尼时阵呢，咱才有咱家己一个主体性，哦，啊，这是有关咱今仔日吼，有关着这个台湾语文。哦，啊，甲教育台湾话，诶，一寡重点吼、哦，啊，咱时间嘛真有限，吼、哦，无咱先到遮，啊，若总有啥问题，等下啊下课时阵呢，再过来交流哈、哦。好，咱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加起哩，加嘞，老卡加崩。